少也是见过世面的，你这人我见得多了。做工不错呀，你还可以加点创意，放个电什么的更还原，不然怎么叫雷震子呢？你认识我？干活。搞定！啊，九爷好厉害，又输了。不错，通过组织考验了，可以走了。哼哼。记得给我五星好评哦。当然，你可是头一个看见我没有尖叫的人类。cos 而已，干嘛要尖叫？手，这是，没事了。花点钱办个叙事卡吧，你这状态太不稳定了。我可没工夫三天两头跑来给你修灯。叙事卡太贵了，晚上还是显出原形吧。原形？你不是人？当然，要不是照顾你们这些人类，白天我都不想化人形。你不会真是那个妖怪吧？妖怪？你说谁是妖怪？你才妖怪，你全家都是妖怪。纣王是我爸，纣王是我哥，他们明明是个纯种官二代，他是封神榜上的正统神仙，平生最恨别人说他是妖怪了。自求多福吧，我这就过去。现在辞职还来得及吗？